比香辣鸡爪这样做软烂脱骨好吃到舔手指。处理好的鸡爪先焯水备用，然后擦干水分，油温烧热，倒入鸡爪盖盖炸至表面金黄，然后倒入清水里泡出虎皮状。泡好的鸡爪放高压锅内，再放屏幕上的所有配料和清水，盖盖上气压8分钟。另起锅下姜蒜小米辣爆香，再放胡椒粉生抽酱油鸡爪，大火收汁即可。这样做出来的鸡爪软糯脱骨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